传说中的龙是宇宙最原始的生物，在古代龙也被世人认为是世间万物生命的祖源。万物因龙而生，那么世界上真的有龙吗？很多人从小就会有这个疑问，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，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，龙就是我们民族的图腾。这期我们来讲一讲1944年松花江坠龙事件。1944年8月，在松花江南岸，现今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城偏西北15公里处，当地的居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巨物在岸边盘着，它足足有十多米长，头颈比身子细，头像牛犊子那么大，身体略呈方形，上宽下窄，头上没有棱角，在前额处长了一个扁铲形状的角，像牛角，比较短直，脸型和画上的龙差不多，有七八根胡须，粗粗硬硬，嘴型比较像鲶鱼，扁且宽，嘴部大概有30多厘米长，因为嘴巴紧闭，看不到牙齿和舌头，他双眼紧闭，像在休息的老者，眼的附近苍蝇嗡嗡乱飞，随着眼皮一动，苍蝇就立马飞开。这条龙长着四个爪子，爪子深深地插在土里，看不到几根脚趾，小腿和成年人的大腿粗细差不多。这条龙的前半身比后半身粗，趴在地上的高度差不多有一个成年人腰的位置那么高，可想而知，的确是一个庞然大物。整条龙的曲线和蛇差不多，由粗到细，通身是鳞，脊背的鳞片呈现铁青色，肚皮和爪子上呈现粉白色，每片都差不多有脸盆那么大。在龙稍稍一颤动的时候，便听见咔咔声，身上的腥味极大，相距百米就能闻到。当天下午，当地就开始下起了大雨，到夜晚演变成了暴雨，给这条龙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到了第二天转为了毛毛细雨，但是当村民们第二天再次来到了事发地点后，发现龙不见了。说巧也巧，雨竟然骤停，在地上只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，还残留着浓烈的腥味。但是这条坠龙到底去哪儿了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关于龙的传说很多，如果你对龙感兴趣，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三更实录，回复龙即可查看更多关于龙的神秘事件。因为下暴雨的缘故，没有人知道龙去哪儿了。根据现场留下的痕迹来判断，距离它趴着的地方东北处还有一道深沟，明显能看出是他站立时留下的痕迹，说明他极有可能是朝着东北方向飞走的。至于怎么走的，那就是谜团，是飞着走的还是潜进了河里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这段真实的往事在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外书斋专栏里刊登过，题目为我所看到的黑龙。这篇报纸所刊登的记录让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。我们知道，要说龙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生物，绝大多数人都是不会相信的，因为并没有确实可见的证据。也就是说，在大多数人的心中，龙更准确的定位是一种文化学的意义。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，历史渊博，人们更相信从古人口中传下来的龙
并非空穴来风。对此事有什么看法？欢迎您到讨论下方互动留言。